女人摸着肚子里的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丈夫一看着手表，掐算着妻子下班的时间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汽车横冲直撞，朝着女人撞了上去。不出意料，女人当场死亡。而这场车祸的肇事者就是眼前的这个调酒师阿亮。这天阿亮刚要下班，突然被一名神秘男子击中头部，差点一命呜呼。幸好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，因此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因为后脑受到了重创，阿亮丧失了部分的记忆。警察得知阿亮醒来的消息后，赶到医院想向他了解情况。警察拿出凶手小红的照片，询问他对小红有没有印象。阿亮看着手上的照片，确认就是他袭击了自己。可警察却告知阿亮，凶手已经在家服毒自杀，而凶手的杀人动机就是前几天他开车撞死了他的妻子，因此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2年，现在正在缓刑期。阿亮一脸懵，他完全想不起自己曾肇事逃逸撞死过人。等阿亮伤势痊愈出院后，他女友带他来到了当时的案发现场。看着这熟悉的场景，阿亮头疼欲裂，可依旧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就这样，女友赶紧搀扶着阿亮回家。为了哄阿亮开心，女友特意提前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随后换上超短裙，想要检查一下阿亮身体有没有问题。就在两人正要检查身体的时候，阿亮的脑海里竟然闪现出和其他女人接吻的画面。男人正要和女友深入交流，可脑海里竟然闪烁出一名红衣女子。男人当场被吓得双腿发软。几天前，男人本要下班回家，可被一神秘男子袭击，因此失去了部分的记忆。对于刚刚脑海中出现的女人，阿亮表现得十分惊恐，因为那个女人是自己前老板的女友尤佳，只是依稀的记起当晚他要送尤佳回家，自己和她到底有什么瓜葛，阿亮是一点也想不起来。而自己肇事撞人的那场车祸，是不是就在自己送尤佳的路上发生的呢？想到这里，阿亮再次头疼难忍。女友看到阿亮记住逐渐恢复，竟然没有丝毫的开心，他到底有什么秘密隐瞒着阿亮？次日，阿亮路过房产中介，看到低价售卖的房产，阿亮想起警察曾和他说过那是凶手小红的住宅，于是想要前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回些记忆。当阿亮来到小红住宅门口时，这时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阿亮。看到阿亮即将离开，小女孩走了出来，并且叫住了阿亮，告诉他自己亲眼看到这间屋子里有个女幽灵，千万不要靠近这座房子。阿亮觉得小女孩莫名其妙。身体逐渐恢复的阿亮晚上回到酒吧上班，龙哥得知消息后前来探望阿亮。龙哥就是阿亮的前老板，但是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。龙哥问阿亮记忆恢复的怎么样，阿亮解释平时生活没有什么问题，可就是想不起那场事故，但是最近一些记忆和拼图一样总是在浮现。龙哥听到后神情竟然也有些慌张。就在这时，酒吧里来了一位黑衣女子，阿亮盯着她眼睛的瞬间感觉身体被控制似的不能动了。另一边，阿亮女友冒着大雨急忙地赶到家中，趁着阿亮上班的功夫翻箱倒柜地寻找什么东西，可终究还是一无所获，还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。就在阿亮女友绝望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看到来电显示是龙哥，阿亮女友吓得把手机都扔到了地上。龙哥和女友这俩人到底瞒着阿亮什么秘密？小红拿起一瓶滴滴畏，感情深一口闷，下一秒腹痛不止，口吐鲜血，当场身亡。前几天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，而肇事司机阿亮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。小红不服审判结果，私自找到肇事司机阿亮为妻子报仇。小红以为阿亮当场死亡，于是放心的喝下滴滴畏去陪自己妻子。可令小红没想到的是，阿亮被及时的救治，捡回了一条命，只是失去了部分的记忆。而且一个和他妻子长相酷似的女人来到阿亮工作的酒吧，不仅给了他一个项目，还塞到他手上一张联系方式，嘱咐阿亮打给自己，说罢便上了电梯。对于刚刚的艳遇，阿亮满怀期待地拨打了上面的电话，几分钟后仍无人接听。阿亮无奈地笑了笑。晚上下班回家的阿亮发现家里一片狼藉，女友也不在家，起初并没有在意，可接连2天阿亮觉得事情不对劲，他打电话向女友的同事询问情况，同事说女友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。阿亮后知后觉女友失踪，于是去警局报案。当他路过交通科时，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去调取一下当时车祸的档案，说不定有助于他恢复记忆，更好的了解当晚的真相。警察听完阿亮的经历后，详细的给他讲解了一遍案发经过。当时的他为了躲避对面车辆，猛然笑打方向盘，直接撞到了小红的妻子。可这不是小红妻子致死的真正原因，而是后方车辆追导致小红妻子遭到碾压，内脏破裂。因为他是第一接触人，法律判处他是全责。但阿亮知道不是自己撞死小红妻子时，他十分不解为什么身边所有人都要隐瞒真相，还不断的劝解自己不要找回这段记忆。阿亮来到龙哥酒吧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，还有另一个关于这件车祸的当事人。